为之不可抗力嘅，有冇人可以解释到咩为之不可？不可抗力，即系无法避免，好似系我记得嗰个英文咧，嗰阵时要读嗰、那个嗰、那个论点啊，嗰、那个 definition 叫咩 ？inevitable， 无法阻止啊！即系如果呢件事系无法阻止嘅话，就叫不可抗力。你咩为之无法阻止咧？例如天灾啱啱讲啦，你无法阻止啊，因为你冇办法阻止咗。我而家你知道有台风啦，或者你知道有地震，你有冇办法阻止到地震？系嘛？即系哦，你即刻拱开啲地壳板块啊，等佢唔好撞埋一堆，咁咪唔会地震啊！啊，落雨落到暴雨成灾啊！你又可唔可以即刻接攞个口接晒啲雨水？佢话唔会水灾啊，饮鬼晒佢啊！好似嗰个叫咩啊？嗰个夸父食日咪一开头跑追咗太阳之后就饮鬼晒咩长江啲水？咁如果你阻止到咧，咁呢啲就唔系不可抗力啦，咁样。但系而家好难讲啊，因为呢啲咧，即系随住科技发展嚟话，哦，而家即系当有第时有啲咩排洪工程，咁佢系可以抵抗到啊。咁咧，梗系佢系好似打仗，亦都归落去不可抗力。咁其实呢度我嗰阵时都唔明点解打仗人类系避免唔到啫。你嗰个大佬话唔打就唔打啦，即系啲打仗系人为。即系点解系不可抗力咧？属于吓、对平民嚟讲系不可抗力咁样嘅意思啊？吓，好劲啊！真系啊，系啊，有文有武。有人知道点解打仗系唔可以啊？因为外星人入地球系咪不可抗？你可能外星人识听个广东话，或者同人类沟通，咪可以有得讲。天杀地球版，呢个同佢握手，同外星人握手，握手言和，签和平协定咪得咯？好似超时空要塞唱首歌。唱首歌俾佢听，有只雀仔跌落水，外星人啱听嘅，咁咪 OK 咯，好啊，可以，好啊，大家本身谂住毁灭晒你哋人类噶啦，啊，而家算数啦 ，OK， 咁你就可以抵抗到，即系所以外星人砸地球究竟可唔可以算系不可抗力咧？系嘛，呢样嘢就好难讲。啊、所以就系、是、我就系对于呢、這、一个我好细个嘅时候对呢一课书咧，成日讲咩不可抗力嘅时候咧，我都有好多疑问嘅，即系我啊对呢一样嘢就好多疑惑，究竟点为点先至算叫做不可抗力咧？系嘛？因为呢啲嘢系会随住科技发展系有改善，即系好似我啱啱讲啦，如果而家以现时嚟讲，每间屋啊假设商厦。都装晒嗰啲滅火装置、自动洒水系统的话，咁系咪其实火灾机会率系劲低？咁即系如果万一发生火灾嘅时候，就系可能啲机器消防设备坏，咁其实系咪应该会有火险？系咪应该包埋咧？即系呢样嘢系咪应该可以受理咧？就系咁嘅意思咯。即系我就对于呢一个不可抗力呢一样嘢咧，我就好有呢一个疑问。好，我识噶。又叫你背啊背啦！读书嗰阵边个叫你谂咁多嘢？所以我最后冇拣到呢啲即系有得拣题目答啊！我最后好似都冇拣，而大学都冇再读商科咯。即系觉得呢啲都系即系商业呢啲嘢，有时都系嗰啲即系一小撮人话事啊，系嘛？所以就系咁样。顶唔顶到啊？可惜啊，都系争少少啊。啊！哇！啊咩啊？考试要写其中一组不可抗力吓，跟住咧咩俾阿 Sir 扣咗50分？点解？边有咁重啊？呢条题目最多3分，写一个不可抗力嘅例子，最多都系3分、5分。你写外星人砸地球。会啲好如果嗰阵时如果我考会考嘅，只写不可抗力，咁咪 list an example，
跟住我 Alien Destroy 到咩咁样咁样，会点样？有冇人啊？会唔会攞脑瞓啊？有冇人知道？啊，可惜啊！啊，你嗰、那个你嗰个考官会唔会俾俾分我啊？啊！我识啊，俾人怼到入去啊！啊咩会攞 A 啊？会鬼佬啊？会啊？啲人话啊，呀咩打钉啊？咪不可抗力唔系啊？肯定呢啲唔系必需品，你可以控制到。即系你意思就系我，即系呢啲，即系点解人类嘅欲望引起嘅问题咁，可唔可以叫做不可抗力啊？或者点样？之吓咁应该系唔得嘅，即系好似嚟话你食，好似嚟你食嘢啦，你成日食嗰啲咩胆固醇过高啊，或者点样咁都唔会逼你话哦，由于系你自己女士啊，比如佢哋日日怼麦记食薯条，即系食油炸嘢，日日食三餐狂趴，咁啊，跟住又食炸鸡啊，乜，总之又食晒啲唔好嘢，搞到胆固醇过高，心脏病。咁啊，跟住入醫院，咁你啊，跟住保險公司唔賠係唔會嘅，即係佢就唔會計到咁細啊，或者點樣咯？啊！你係越嚟越好多人問問題，對於不可抗力嗰啲話咩急屎係咪不可抗力啊？咩夢遺係咪不可抗力？呢啲你咪問翻老師咯，你咪問翻嗰啲法官咯，我真係唔知點得，所以我。你睇下點啦？我對呢樣嘢咁即係啱啱我一開頭講嘅時候，你係喺度話我咩識咩咩唔好亂噏廿四咩文科仔，我就係唔明白。就對呢啲即係呢啲就係嗰啲叫做咩社會一小撮人士就好興定呢啲咁嘅理論 terms 出嚟之後，就會產生咗好多法律啊，或者好似呢啲保險產物。我係對呢樣嘢抱有好奇，所以答出嚟之後，而家你又開始知道明白點解我對呢樣嘢咁好奇，因為嗰個定義啊好唔清晰，邊個人可以界定為有？除非就係有個神仙耶穌喺度，喂呢啲算唔算不可抗力啊？跟住哦係啊，耶穌就話係啊，呢樣嘢得我做到，計嚇啊呢樣嘢唔計，否則嘅話點樣嚟界定咩為之不可抗咧？啊呢啲係觀點與角度而言，係嘛？个人冇嘢做到，可以降低个风险。咁嚟话，喂，咁打仗都可以降低风险噶。嗱，而家咧就全部人即系联合国签订啦废核武条约，全部人缴交晒核武，跟住啊不准打仗咁样，即系又整咗一个联合国唔知咩军队咁样吓，咁、样你都可以话系减低咗风险啊。边个一打仗就即刻全世界其余各国家一齐围剿佢。掉飛毛腿導彈，咁樣你叫唔叫做降低風險啊？因為啲國家而家唔夠膽打仗啦，一打就嚇、即係我哋整一個中央系統啊，邊一個國家發動戰爭咧，就會有個自動嘅飛彈系統咧，就會由全世界各地咧就飛彈炸落去，咁樣係咪可以降低嚇？啱唔啱嚇？所以就係咁樣。冇打仗喎，呢个单方面一人哋一想发兵，你已经即刻炸爆咗人哋基地，咁样吓，系嘛？所以就话呢样嘢就系咪咩咯？咁样系咪叫降低咗风险咧？你唔知咩叫飞毛腿导弹啊？九十年代嘅时候，俄罗斯又好中意整一样嘢叫飞毛腿导弹。定伊拉克，我唔记得啦。伊拉克是专射飞毛腿导弹啊，定咩？应该是伊拉克，好似系九十年代，撒旦武定咩？也算罢啦，呢啲都系即系又系都系一小撮人定咯，即系呢啲咩不可抗力啊，或者点样吓？唔系俄罗斯啊，好似系伊拉克咯，我记得系伊拉克俾人射啊，话伊朗。爱国者导弹是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就是美国佬的了。接着呢
就是咁样。而家你有冇人知道？有冇人可以答到咩保险啊？咩叫不可抗力啊？有冇人可以一嘢就讲得好清清楚楚啊？话系咩系咩吓？冇人答到咯。而家就系有呢个咁嘅问题啊。食抗排斥药啊，不可抗力。咁另一单新聞呢就係讲啲咩呢，就最近呢就有一个月饼广告，就好多人喺度讨论嘅，就係讲呢奇华月饼广告，大家有冇睇过，即係係点样㗎。咁呢就佢个画面呢就係好似即係喺好似啲画咁样啦，整到个感觉係想啲色呢就淡淡地暗暗地嘅，咁就喺啲好似就想做到个效果呢，就係嗰啲画纸呀，嗰啲咁有啲中国嗰啲画啲莲花呀、船呀嗰啲咁样啦。就演员就係智慧同埋刘心柔做嘅，大家有冇听过。咁呢就最近呢就好多人讨论呢个广告，点解呢？咁因为呢个广告呢戴定头盔斯达就有好多传闻嘅，即係有几样嘢啦。首先第一个呢就係有发现呢就怀疑係抄袭嘅事件。因为呢就内地就有一个摄影师就曾经影过一辑相呢，个风格系极似嘅，就系、是、又系啲人呢就即系影完嗰个感觉啊，加埋后制之后嘅感觉呢就会好似一啲古画咁样嘅啊，即系嗰啲色调啊、色水又好似啊，即系成个感觉呢就系极度似嘅。咁呢个就其中一样啦，咁嗰个内地摄影师都劲嘅。咁但係就呢一个风格呢就的确睇上嚟呢，就我有睇过啲相呢就非常之似嘅。嗰、那个摄影师我唔记得叫咩名喎，但係都几嘅两个字呀，个名係好似姓石定咩，如果冇记错好似。咁就另一样新聞，另一件点解好多人讲嘅係咩呢，就觉得有啲人呢就部分人呢觉得呢就呢一个广告呢好诡异。咁呢个诡异呢就佢话呢就第一呢就佢话咩放嗰啲咩船仔，佢就话咩放船仔呢就话咩，因为呢排近排呢就农历七月，即係佢话呢放船仔呀、点蜡烛呢啲呢就唔係几老禮，即係佢呢啲就有时係嗰啲祭，即係类似祭祀呀，即係嗰啲咁样啦、即係好似拜祭呀嗰啲咁，即係月饼嘅人月两团圆，就即係觉得呢啲呢就唔係几老禮。第二呢就係、是佢咧就除咗啲莲花白色啦，即系其实一般咧，即系就算中秋，如果你想摆莲花，都系用嗰啲粉红色啊、紫紫地啊嗰啲嘢，就好少用白莲。依家白莲咧，即系你知唔知中国人就怕即系白色，大家知道啦，白色就系即系白事又唔系几好。咁啊，中秋啊喜庆团圆噶嘛，你啊整个白莲咧又唔系几好啦，同埋就一朵花。有一朵花咧就咩，佢系红红地色嗰朵花咧就系咩万珠沙华，就系咩彼岸花，就系相传咧点解叫彼岸花咧，就系话咩嗰啲印度教啊定点样话死咗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嘅，话咩照亮地府嗰朵花，因为鲜艳到好红，好似火一样。咁啊，即系又话哇，点会喺中秋时节见到彼岸花啊？喂，唔系几老礼喎，咁样。咁结果咧就即系有啲人就表示啊，即系觉得怪怪地喎呢个广告咁样，跟住就喺 Facebook 度开始传阅啦。咁咧就喺度传阅，咁咧就跟住咧就亦都有嗰、那个即系有广告公司嘅人咧就回应，咁就即系喺度网上度有啲。佢又打一篇文咧，又嘈，即系类似有啲嘈交咁样啦，同啲网民啊咁样喺度嘈交，咁咧就结果就即系越嚟越多人加入战团啦，就话喂，佢话咩？有啲就网民就话喂，我俾意见，话我以前就食开奇华，而家见到咁，即系咪唔得啊？老主顾，即系讲几句都唔可以批评嗰个广告话，咁有啲又咁讲。咁咁嗰个广告嘅制作人相关人士好似就发表就话係以美学行先，佢就话咩佢话佢嗰句嘢就话类似话咩美学行先啦、啊、总之就因为靓啊，即係就冇问题，就觉得跟住就话，不过佢就话咩愿意受教点点点咁样，跟住但係后来嘈嘈下就越嚟越嘈越激烈㗎啦，即係白热化嗰个言论。
跟住就最後點唔知冇再跟落去咯。我都係睇下嗰啲 Facebook 嗰啲 post 係好多人討論呢一樣呢、這個廣告咯、啊，嚇、啊？你點睇？好、啊。不过奇画可能而家最伤心可能系奇画咯，就唉，奇画本身都系老主顾咯，都系即系嗰啲老牌饼店，奇画、荣画，仲有边间啊？呢两间系咪香港最历史悠久嘅月饼牌子啊？吓、啊？仲有边个？仲有咩恒香啊？定咩啊？恒香月饼啊，仲有边啲咩月有仲有咩月饼牌子？大家记唔记得？恒香而家仲有冇整月饼？我都唔知啊，仲有冇啊？又话咩美心咧？点会啊？听过嗰啲鬼佬名啊，知肯定唔系最耐啦。美心集团咩 Max？ 点会啊？系啊，冇可能。黐线咩？圣安娜肯定都唔系老牌啦，听个名字，圣安娜整西饼嘅有啊？边度系吓？有人答咩？名古屋月饼好似做咗一年，揾薛家燕咁抌本嗰个广告卖得咁行，点解会执笠啊？定系仲有冇啊？而家吓我都唔够胆肯定，好似冇。冇听咯，明古屋月饼继续有卖咯，吓、啊！金龙船月饼我都有听过，呢、這个我都有印象嘅，都有一段时间，吓、啊！又系薛家燕爆完衫之后，间铺头又冇再开啦，系嘛？以前入名古屋月饼喺边度？即系有间铺头专卖名古屋嘅，如果唔系要喺边度买到名古屋啊？燕窝月饼低价好味又 fit 啲吓？佢呢、這个佢好劲，在到而家大家都仲记得名古屋月饼。而家我醒条桥俾佢啊！你而家即刻出山复出，分分钟今年而家即刻仲嚟得切咗几日，即刻包个工场整月饼。哈哈揾我嚟做 CEO 帮你搞，即刻大卖！趁而家可能奇画即系有啲宣传问题嘅时候，即刻怼，即刻卖广告啦！即刻拍条片啊！我嚟帮你拍，我嚟帮你度桥，我同嘉燕姐一齐做，一齐又再做翻个名古屋啊！燕窝月饼低卡好味又 fit 啲，即刻！我哋咧今年香港就一定个个人都要食。人人要食呢一个名古屋月饼吓、啊，你点睇？真系强奸啊！系饮军火。四季酒店月饼啊嘛，四季酒店可以啊，可以啊。四季啲人最中意讲咩半岛咩嘉麟楼啊，好多人话喺度争啊，年年都喺度讲咩嘉麟楼，有人想整香港脚月饼可以啊，香港。香港特色的月饼啊，香港脚月饼可以啊。总之系揾我嚟做啊 ，OK 啦，系嘛？你啱啱仲有咩最老字号系咪就系呢啲啊？恒香月饼，跟住仲有咩即系奇画啊、荣画啊吓，仲有咩？今年美心流心月饼俾大陆炒，有人话今年啲人炒流心月，点解唔再炒咩嘉麟楼？香港地啊，真系黐孖筋，咩都可以炒吓，点解冇人炒屎？你整一个热潮就啊，边啲屎好矜贵啊，快啲炒屎，有冇可能做到呢样嘢吓？佢哋组织麻麻地。有啊，食个嘉麟楼不嬲好好食嘅，有人话吓。啲技术劲好多啊！有咩分别？我未，我好似都冇试过，我未食过嘉麟楼。几个？我觉得好似单十。我食过咁多只月饼咧，就即系我食得最多咧，就系莲蓉白莲蓉咩双黄白莲蓉嘅月饼啊。咁啊，食过嘅感觉咧，就其实咧，好老实讲咧，就即系荣华啊、美心啊，仲有咩奇华三隻嘅双黄白莲蓉咧，好老实讲，近乎味道系99%似，
即係如果你話啲蓮蓉啊、蓮子啊嗰啲，如果你話有啲咩唔同咧，就即係喺冰皮月餅啲味咧就會有啲唔同嘅，即係有啲咧個皮啊真係即係煙韌啲得嚟又好食啊，冰皮月餅就有呢啲咁嘅感覺咯。但我都係中意食傳統嗰啲多啲咯，不過我就唔係好中意食嗰啲太多蛋黃，有時太多蛋黃咧就覺得好滯，好流啊！哇，黐線啊！你中意食有啲人話咩嗰啲黃會流油啊，通常就要除非超新鮮咯，我諗而家就好難做到啦。我話咩？而家要月餅要特惠，我下年就搞呢啲嘅話，你哋班友全部買啲。即摆要摆几日，我系一定卖嗰啲一日就会坏，即整即食嘅，即最多摆两日面包嗰啲热辣辣，咁先系好食啊！我会咁讲，每日就系限哦，系啊，你唔等得唔好买，我啊整一间，下年我啊搞，下年我搞一间咁样，大家支唔支持？我系即刻包个包间面包铺，攞嗰啲焗炉定点整个工厂，话大家过嚟攞。你啊幾點幾點嚟？我話熱辣辣，我話最好即場食啊！隔離擺幾張台嚇，即刻食，跟住又俾茶你飲，沖埋茶，即臨時嘅月餅咖啡廳咁樣嚇，包你話正，請曬最勁啲師傅嚟嘅，嗰啲全部啲阿伯出山就話：哇，終於有人識啊！終於有人識食咯，係食熱嘅月餅。即整唔系食嗰啲摆一两个月嗰啲，话佢呢啲梗系唔会够即刻新鲜好食噶啦，啊呢啲先系最好，咁先可以突围而出啊，啊啱啊，一年大家乐都整月饼就知道月饼好赚，大家乐有整月饼，有冇人会买大家乐月饼？其实买月饼。而家都系好多时都系送礼啊，或者点样咯吓、啊？有冇最平香港啲最平嘅月饼系咩？有冇啲类似老番南冠嗰啲咁嘅老番奇华吓？啊啲啊老奇荣咁样会唔会啊？啲系咁样，即系奇华同荣华，哇！奇华同荣华各取一字之后整个咁样嚟，即系类似鱼目混珠吓、啊？啊有冇呢啲咁样？啊！嚟啊！哇，死仔包！哇，黐孖筋，点解就系过唔到啊？系、哎、啊，好攞翻啦，好俾佢上去，再传，好啊，俾人卡住个身位，冇办法啦。有人话咩我边有咁多钱整呢啲咩月饼？有钱赚咪叫人投资咯，同佢讲咯。我话奇话，我而家话俾你听啊。我话你咁样再，即系年年都要有啲新意思，啲新嘅月饼够极口味，咁先要发大，咁先有意思啊。我话呢啲冇得炒添，我话一定要你即刻食，唔卖唔会外卖。只能够堂食每人限一盒啊，跟住我啲人咪自己个人争咯，你咪自己慢慢 set 嗰啲法国佬啊、英国佬食个 tea 啊，你知唔知啊？唔知二十几三十磅，你知唔知啊？喺英国好兴嘅咩 afternoon tea 啊，几磅三十磅，我赶时间冇机会去食嗰阵时喺英国就见到嘅，就系经过啲搭车经过啲餐牌写住咩 afternoon tea。就有幾多件 cake 啊嗰啲咁樣請你食，咁啊，但係就即係我意思就係你都可以咁咯，你咪買擺多幾樣糕點，唔一定要月餅啊又剩啊咁樣咯。咁啊，總之就係咁樣啦，就係、是、講到話呢一個咧，就係、是、嗰、那個即係近排月餅事件嘅風波啦。不過年年都係又係會炒又剩噶啦，即係今年又唔知，只不過係今年係興咩口味。又勝咁啊！另外一單新聞係咩咧？就玩具反斗城啊！就而家咧就聽講咧就正式宣布咧就要申請破產嘅，向美國嗰邊咁咧就證明咧就真係咧可能就係做唔住啦，就真係要執笠噶啦。咁就話但係咧就有討論區咧就有啲人咧就話喺玩具反斗城即係做咧就話咩之前明明話唔會執笠嘅喎，唔會清盤，佢話咩揾緊大陸投資，即係有可能會有人
即係會被大陸買起咗啊！即係好似 HMV 喺香港都係俾人收購咗啊，或者點樣嚇？你哋點睇？因為啊，由細到大都未試過喺嗰度買玩具，係啊，好貴啊！嗰啲玩具，我都有試過買過嘅，喺嗰度買過，買過部單車，買咗600多元，超貴嗰陣時，我屋企人都話貴嚇。啊但系嗰度就比较多单车买咯，呀咁 Q 贵抵啦！有人就话，嗰、那个质量系好嘅，因为都系玩具反斗城嗰啲，全部都系来佬货大牌子啊，好少即系又唔会话坏啊、剩啊嗰啲咁样咯，系几好啊！系啊，咁多年嚟买过一部啊，买过一次玩具咯，喺玩具反斗城咁多。其余都冇，有啲小朋友隔篱啊，成日就去买啊，玩具摆到成买玩具。以前有卖，有广告，有卖主题曲啊，喺香港我都唔记得咗首歌系点咯。咩玩具反斗城咩，有个类似标咩尽在咩玩具反斗城咁之类啊，定尽在日，好似类似尽在日本城嗰啲咁上下啦，吓、啊。你哋点睇？以前我买玩具咧，反而去比较多系喺啲咩屈臣氏，以前好似系屈臣氏有咩 LEGO， 好奇怪。屈臣氏明明卖药，但系一开头嘅定位咧都好奇怪，有时候卖下啲玩具，有啲砌图卖。我喺屈臣氏又买过砌图，跟住又买过 LEGO。跟住又嗰啲熊公仔啊，又剩啊，佢好中意叫你买啊，跟住又买过嗰啲金沙朱古力，就冇咩买过药嘅喺屈臣氏嗰阵，唔知嗰阵时好奇怪嘅，屈臣氏唔系好多药店，即系唔系好多药卖，最多系喺买玩具啊，买零食，反而三角朱古力都有买过，系冇买过药嘅，细个同屋企人去都系买呢啲。我屋企人就哎呀几抵喎啲金沙朱古力㗎嘛去嗰度买。細个萬寧有芭比卖呀话以前屈臣氏有勇者系列啲机械人添。係囉咪又话囉。吓点解试过喺玩具反斗城买咗牌止痛药就冇可能啦必须有可能呀、啊、我调返转讲吓冇。吓总之就系咁，玩具反斗城细路开心天地啊！嗰首歌叫我唔记得咯，已经唔记得咗系点样啊？咁啊，总之就系咁样咯，就好可惜就真系执咗啦。即系如果大家我谂可能有机会佢会清仓大减价，到时一齐去扫平货。大镬你要讲俾你听噶，有人同我争玩具啊，冇得扫平货，会唔会一蚊卖出去系啊好？系时候转过嚟先啊，辛苦各位队友啦。呢幅图咧系由草合兄弟所画嘅，荷包机兄弟六周年达太祖，请等等，转过嚟先，请等等。Visa 独家优惠啊！你可以了解更多或者帮衬达记事多，请等等转过嚟先，请等等。